倩朋友发文讲述探病宋倩的经历，使得宋倩生病住院的消息被公开。据悉，宋倩是在泰国拍摄期间生病，但是一直坚持拍摄，直到身体实在受不了了，于日前返回国内做手术，可谓是非常敬业拼命。被称为宋吃货的她，因为生病无法下咽，饿到吞下漱口用的药水。随后宋倩特意发微博向关心她的粉丝们报平安，我没事，放心吧，过两天又活蹦乱跳了，天冷大家都注意身体哦。照片中的宋倩用了小兔子的滤镜，虽然躺在病床上，但是在滤镜的效果下看起来气色还好，让粉丝稍微放下了心，纷纷在微博下评论，祝我们可爱的宋倩早日康复，我们等你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